其光线有微妙一致能力，智慧像那宝藏三十六计，从东方直到西方去，你我的关系也在有一种建立，其力量也是无人可匹敌，信心像那磐石永久坚定，现在直到永远。别小看我三十六计，是一点一滴累积，哪怕你太善良大家早。哇，小龙，你真的把头发剃光了。小龙剃光头了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哼，我可是说到做到的，这样更凉快呢。诶，哦，关家同学呢？对哟，人呢？哦，关娇同学，你怎么躲在这里呢？关娇同学，把帽子拿开，让我们看一下吧。对呀，快拿开，让我们看看嘛。这，哎呀，没什么好看的，都走开了。哇，他的帽子上面有条很大的毛毛虫啊！什么毛毛虫？哎呀，哪里呀，哪里呀？好难看啊！我以后还怎么有脸见人呢？哇哈哈哈哈！爱哭鬼真难看死了，光头妖怪、暴力尼姑、秃头泥、无毛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张小龙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，哼！江师傅。江师傅，看吧，我没让你丢脸吧。这次他肯定会对我另眼相看了吧。住口，别叫我江师傅，我要跟你绝交。都是你抢了我的冠军头衔，还害我要剃光头让人取笑，我恨死你了。完了，冠军同学生气了，快跑啊。啊，江师傅要和我绝交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，江师傅，到底我哪里做错了？哇，什么东西？啊！哈哈哈，小朋友，吓着你了吧？你就是儿童才艺大赛冠军西瓜小朋友是吧？没错，西瓜就是我。想不到我还挺有名的，随便碰见一个人都认识我。你是不是想要我的签名啊？不是，但我可以令到很多的人来向你索取签名啊。哦，我是来自摩登电视台的记者，我们电视台想请你到宠物餐厅去表演，接受我们的采访和录音，而这一次的节目肯定会是收视率最高的儿童节目。啊，可以上电视，啊，太好了，当然没问题。到时我就一举成名了。西瓜，西瓜，你好棒啊！没想到我西瓜也有成名的一天。嗯，对了，如果让焦师傅演，嘿嘿，你当天可要好好的表演哦。当然当然，我一定拼命挥洒我的傲人天分。对了，记者先生，哦，我能不能和与我一起参加才艺大赛的关娇一起表演呢？嗯，也行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条件，
怪，没见过美女戴帽子吗？啊，是江师傅。江师傅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哼，去到哪里都看见讨厌的人。江师傅，等等，江师傅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故意要抢你的冠军的，而且作为徒弟又怎么敢不和师傅一起分享荣耀呢？是真的，江师傅，江师傅，请你和我一起到宠物餐厅表演，还有接受电视台的录影访问。啊，访问？意思是说我关娇可以出现在电视上？太好了，哈哈，爽死了！江师傅，江师傅，你答应吗？啊？既然你那么有诚意，我也只好答应了。好吧，这次就原谅你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江师傅答应了，江师傅又是我师傅了。哈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个笨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哦，那是……啊，这个人好像是……哇，好酷哎！哇哈哈哈！爱哭鬼怎么把拖把戴在头上啊？啊！关娇同学是拖把头。哈哈，小龙，你不懂就不要乱说话。这个是外国相当流行的嘻哈桶。哈哈，哼！况且我再过不久便会上电视表演，形象当然是要特别点了。什么？爱哭鬼竟然可以上电视？哇，关娇同学，你真的可以上电视表演吗？没错，我西瓜将和娇师傅一起在宠物餐厅表演。同时接受电视台的访问和录影。哇，上电视耶，关娇同学你好了不起哟。哈哈哈，这证明有实力的是我呀，各位到时记得捧场哦。哇，想不到我们班上也会有明星耶。对呀对呀。喂，我才是主角啊，怎么大家都不看我？哈哈哈，我本来就是一颗亮眼的星星啊，大家想不想要我的签名啊？到时我出了名，我的签名可就值钱了。要！小龙，快让一下！哎，我们也要。喂，喂，这里也有签名啊，有没有人要我的签名啊？哎呀呀，别急，急什么嘛？可恶的爱哭鬼！竟然可以上电视，我一定要阻止，等着瞧。哼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啦！小龙，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？是不是吃了太多辣椒啊？当然不是啦，真不甘心，为什么那个爱哭鬼可以上电视表演？哼，今天还在学校炫耀了一整天。哦，呵呵呵，原来是闲事一桩，这种小事你何必介意呢？这哪里是小事啊，如果那个爱哭鬼真的成了明星，那还得了？小春，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让那个爱哭鬼出丑。小龙，做人要正正当当，本军师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卑鄙的行为的。喂，小春。哼，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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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哎，哭鬼，你看着吧，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威风的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，小龙，你自己去吧。
今天三国演义大结局啊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不行，这次的表演会有意外惊喜啦。快跟我一块去。放开我，我要看三国演义。别吵。哦，弯弯，兔兔，狼狼，怎么还没来呀？等了好久啊！咦？大家怎么都站在外面等我吗？咦，当然不是等你啦，是等我们班上的两位明星，特别是关娇同学，好期待他的表演呢。什么？爱哭鬼竟然有这么多支持者？啊，他们来了。什么？早知道这样，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来做苦力了。好，好，大家来的真是好。小朋友们，在表演前，先向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哎，哈哈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这次才艺大赛的冠军，今天我将会再次表演我的特技。哇，哇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超级无敌美少女关娇，今天我会再次呈现我的精彩魔术表演。各位同学，你们待会儿不要和小龙同学争位子哦，因为呀，就只有他没有被邀请参加演出，够可怜的了。等一下，请各位好好欣赏了，谢谢。爱哭鬼，你，小龙，忍着点。堂堂男子汉，这一点气算得了什么？可恶，他还真的以为自己是巨星啊！快看下考位啊，迟了就看不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怎么都不看人呢？蒙斯拉，糟了，他会不会被踩扁了？我得赶快把它找出来。咦，妮妮，飞飞，闪闪，阿卡鲁，噜噜噜，噜噜，飞飞，闪闪，我要闪闪。快去看吧，听说表演很精彩的。好，各位，两位才艺儿童即将为我们再次表演，首先有请西瓜同学。哇，西瓜，西瓜，西啊，真的是西瓜。好，这个镜头好，这个更好。哇，好好笑啊，西瓜看起来好棒哦。哇，谁来救我？江师傅，为了你我才答应那臭记者穿着西瓜装的呀。我的形象完了。嘿嘿，戴着这顶时髦假发还不让他们对我关娇留下难忘的印象。哈哈哈。我的时髦假发飞走了。哈哈，这把精美燕改装的超强力电风扇风力果然够猛。爱哭鬼，看你这次怎么表演。啊，我的假发呀。啊，爱哭鬼要回来了。可恶，刚才是哪儿来的怪风啊，现在这假发又乱又脏，怎么带出场啊？接下来我们有请关娇同学出场。啊，到我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啊，
有救了。真幸运，这里竟然有一顶假发，马上派上用场。小龙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哼哼，小春，就快有好戏看了，别看走眼哦。请大家欣赏关娇同学的精彩表演。各位同学，以下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表演，别眨眼呢。哈，太好了，成功了。小龙说过会自己想办法啊，难道是？哎呦，我的头怎么这么痒啊？哎呦，哎呀，头好痒啊！哇，好多狮子啊！不好了，肖师傅被狮子攻击了！走开，哎、走开！哎、不准你们见我家师傅高贵的头！哎呀，哎呀！不要打，你不要再打了，臭西瓜，你别再打了，你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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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关家好糗啊！哇，精彩！不错，不错，相当有娱乐性啊。为什么这么丢脸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？天妒英才，天妒红颜，为何？何奈何？我的悲哀一再涌现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倒霉？为什么我总被臭小子连累？有他在，我总是悲哀。有他在，我总逃不开，我逃不开，我逃不开。千错万错，臭小子的错。给我 music。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倒霉？为什么我总是被那弱智连累？想不到小龙还懂得用偷梁换柱这一招。我就知道是你臭小子搞的鬼，我跟你拼了。小春快跑。丑八怪，快帮我追，我要杀了他们。乐意奉陪啊。好恐怖啊。哇，大家快看。小孩好厉害！咪咪，我追詹詹。哇，好精彩呀！再来，再来！虎妹，狼人怪，你在干嘛啦？狼狼，兔兔。哦，你认识这个小孩啊？哈哈哈哈，真是太好了！他才是真正的才艺儿童啊！你这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！不准来搞破坏！哎呀！来，你们和他来张合照吧。各位，别不好意思，拿去看吧。哇，他好厉害哦，也好可爱哦。哼，可恶，要不是那个钟小龙在搞破坏，现在被看上杂志的肯定是我。张师傅，你心情好像不好哦。废话。我要哪里办错了？关娇
小妹妹，我们电视台想请你拍一则广告。啊，是那个记者？哇哇哇，请关娇拍广告了耶。我广告？哎呀，好痒好痒啊，真的好痒，为什么这么痒？这真的好痒啊。别怕别怕，我来救你。有三叉牌喷剂，头壳再痒也不怕了。啊，好丢脸啊，我不干我不干了。哇哈哈哈哈，天天哪，我红爸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笑的事情啊。哼，丑八怪，敢笑就撕烂你的嘴。哎呀，不要啊，不要。时间一点